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the podcast. Right now, it is kind of late. It's almost ten p.m. 现在的时间呢，有一点点晚了，接近晚上十点了。但是我打开我的笔电，打开我的麦克风，想说一定要来录一集。我已经答应大家很久很久，但始终没有录出来的 podcast，也就是我过年期间去到了我们台湾东海岸去玩的旅游心得。 那现在这个时间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很晚了。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所有的灯都关掉了，然后打着一盏黄色的台灯，在这个很浪漫的气氛之下，在这个很有点让人想要为富新词强说愁的氛围之下呢，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去台湾东海岸玩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哦。 但是呢，首先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哈，大家实在是不要太期待哈，因为我既不是一个旅游家，我也不是一位美食家哈。你要我用那种各式各样的成语来形容美食有多么好吃，或者是风景有多么美丽啊，哎、欸，办不到。<laughs> 不要太期待，但这就是一个素人的旅游心得哦。 那这一次呢，我是跟三五好友呢一起组团出去玩的哦。那其实是他们找我的啦。呃，说实在的、哦，我这个人呢、哦，只要工作起来呢，就会没日没夜的。然后有时候我会不想要放下眼前的工作，打断工作的进度，然后去外面旅游啦，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之类的、哦。你问我的朋友就知道，我常常回绝他们的好意。后来他们确实都在车上的时候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这一次答应了？”我后来就娓娓道来，我就说啊，说实在的。 只是一直工作，但是没有一直在继续累积生活的经验，没有再继续创造一些生活的回忆的话，实在也没有新的内容和题材可以分享给大家。而且呢，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够只是一直在工作，我的人生应该要充满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很多精彩的回忆才可以。更何况呢，这一次的行程呢，全部都是我朋友安排的，其实这是主因。<laughs> 很感谢我的朋友帮我们安排了所有的行程，而且他很会安排行程的，所以这一次呢，实在是没有任何负担，零负担出游、哦。那我们在东海岸玩了六天五夜的时间哦，一路从宜兰哦台北出发，宜兰花莲台东，然后最后绕着这个南回回来，回到屏东高雄，然后一路再回到北部，蛮开心的。那在每一段旅程当中呢，当一群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总是要带着一种朋友，这种朋友叫做。 很会照相的朋友 <laughs>，我们这趟旅程当中所有的照片呢，几乎都是某一位朋友帮我们照的、哦，因为他实在是很会取景，很会拍照，加上他用的是 iPhone 十二之类的。吧 a n y w a y s <laughs>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哈、哦。那如果你要看照片的话，我的照片几乎都放在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其实我们是在新年之前的那个礼拜出发的啦，所以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交通拥塞的问题，也没有很多人潮很多的问题啊、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因为就那么刚好，呃，我朋友也是在教书的，所以他就有休假的时间。那我呢，当然就是时间比较弹性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板桥车站一起出发。那我朋友开车，我们五个人一起出发，诶，五个人，六个人，五个人，呵呵瞬间忘掉。 好，所以我们就约在板桥车站出发嘛。那我们是中午时间出发，所以我就想说，诶，我就先去买个东西吃。我朋友到了之后呢，我还打电话问他们说，诶，我要不要顺便帮你们一起买？好，他们就说不用了，没有关系，我就一个人上车了。然后我们就出发。然后我跟你讲，真是出师不利，吃着我的午餐吃到一半。OK，如果现在这个时间你还正在吃饭的话呢，呃，你可以晚一点再听这段 Podcast。OK <laughs>。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让我整个就很不愉快哦。我吃到一半，然后突然发现，在我的这个饭盒里面有一个黑黑的东西。我再仔细一看，一只死掉的小蟑螂。你知道吗？我真的瞬间真的超级无敌霹雳崩溃，超级崩溃的。我有点怒，老实说哦。哪一家店呢？啊，咱时就不讲了。但是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厨房啊。 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呢，各位真的就不要买那边的东西了。老实说，我只能说哈、哦，这件事情当中唯一让我觉得最庆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看到一只蟑螂，而不是半只蟑螂。<laughs> 你想自我安慰一下，有没有？<laughs> 好，所以迎接我的东海岸之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哇，哎，真的是心情很不好，想到心情，现在想到心情就不好。 Anyways 呢，我们就在最近的一个休息站呢，下车上厕所的时候呢，赶快把那个饭盒整个给丢掉、哦，眼不见为净，好吧，重新整顿心情哦所以我们就上路了。我们经过了雪穗，然后我们到了宜兰。我跟你讲，真的是一进入宜兰呢，就跟台北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就感觉到了山明水秀的地方哦，这根本就是台北的哈 <laughs> 之前我们的 YouTuber 哦，这个韩国诶金针菇他就说错话了。这之前他把这个宜兰说成是台北的后花园，好像引起了一点小纷争嘛。不过我们的金针菇呢也非常非常的贴心哦，他就把那整段影片都下架，重新剪辑之后再上架哦，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OK，人家韩国人嘛，不要太计较嘛哈、哦。好像宜兰人会很介意这个部分哦。 总之呢，我们来到了宜兰哦。那其实宜兰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直都是下雨的天气，它下雨的这个一年当中的天数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哦。不过我们去的这整趟旅程哦，六天当中呢，几乎是只有半天一天有遇到一点点毛毛雨哦。所以我真的还蛮感谢老天爷的，God thank you so much。我们的天气是超级好的。所以我们进到宜兰之后呢，当然一定有一些行程是一定要去的啊，像是罗东运动公园呐、啊。 梅花湖啊，罗东夜市啊，那我们就先去泡了个脚哦。他们那边有一些公园呢，是不收钱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我们就在那边舒舒服服的泡着脚。你知道我在坐下来泡脚的那个瞬间呢，我觉得我仿佛置身一种哇，世外桃源。突然放下一切重担，工作什么的都不重要。点阅率什么鬼东西？影片有没有人暗赞？I don't care。 我的粉丝们哦，当然我这个还是很在意你们哦。但是在那个瞬间呢，真的感觉到好像抛弃到一切烦恼，后就静静的坐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就是跟着几个朋友坐在那边，然后泡着脚，然后就突然觉得哇，好享受。休假就是有这种魔力，前提是你不要把什么手机啦、笔电带在身上，这个这个就不叫休假了哦。彻底的，你突然放掉这一切，让自己彻彻底底的安静下来。 那后来我们就去了一个某某某可以用餐的景点哦，不过在这边呢，我们的经验就也有一点点不愉快了哦。呃，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上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张啦，其实还没有开门啦。那我们上去之后呢，他们的人员就走出来，然后就跟我们讲，他们还没有开门这样子。可是态度呢，呃，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有一点，的确是有一点点不亲切啦。但我可能我本来就是蛮逆来顺受的哦，所以他对我不亲切，我就哦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再等嘛。但是我的朋友们呢？ 他们也不是 OK 那种，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哎、欸，你做生意的，按、啊、你这样子的态度哈，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边等一两个小时？所以后来我的朋友们就说啊，我们不要自打没去，我们就走了，也不一定一定要在这边用餐嘛，哦，<laughs> 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哈。这、就是我们这趟旅程当中大概唯二有遇到心情比较不愉快的时候了哦。 anyways 呢，我们就去到了像是梅花湖，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特别让我有记忆点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天气非常非常好，真的是蓝天白云，然后那湖水非常的漂亮哦，真的很放松的感觉哦。所以梅花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适合去做这个骑车游湖的一个地方，它有那种一般的脚踏车，有斜力车，有四五个人一起的那种车，然、哦、我们就。 几个朋友嘛，我们六五个朋友嘛，有人骑着单车，那我跟我几个朋友，我们就骑了那种很大台的，要四五个人一起骑的哦，哦，超累的。然后在骑的过程当中呢，哎，就让我想到了日月潭哦，日月潭也是一个蛮适合骑车游湖的地方哦，啊，但是呢，日月潭呢，我我也是没几个月前有去到那个地方哦，跟几个朋友一起去，那时候我们有骑车要游湖环湖啦，但是我们环到一半呢，后来发现时间不够了，我们就要回去集合，因为有其他人在等我们哦。 所以我们后来就抄了另外一条路，要走公路回来。结果我跟你讲，累到死，累到闭下棒，累到快疯掉、哦。而且我们骑到一半，那个公路啊，有一段是整整可能一两公里在上坡，哦，真的是累到很崩溃。而且后来还下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车队里面呢，有一个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长辈、哦、他他骑骑骑不动，怎么办呢？他脚有点受伤，只好说啊，那你先下车，你就。 先那种走的，然后看有没有人要载你回去，然后我们就我们就一个人骑着车哦，那个人就是我啦。一开始一个人骑着车，然后左手骑着自己的车，然后右手要扶着他的车，就像是那种公路救难队一样，<laughs> 把他的车一路推回去哦。 我、哦、那次的经验真的是超级累哦！真的，我们骑到最后，当我们抵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中途曾经有想过要放弃，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是真的放弃了，他就打电话给老板，请老板来载，哦。好像要付一些钱哦。但是我们剩下没有放弃的这些人呢，我们决定要坚持做到底。那种坚持到底的感觉哦，啊、哦，治好的。好了好了,好了，我都讲了这么多日月潭的事情哦。<laughs> 日月潭跟梅花湖呢，到底距离上有多大的差异呢？好。 日月潭要环湖的话，我刚查了一下是三十公里，真的很累。<laughs> 但梅花湖呢？各位，这就是一个适合家庭一起出游的地方，因为它就只有二点一公里，<laughs> 很快就会骑回来了哦。所以呢，欣赏美景之外呢，边骑边拍照，边聊天，边谈笑风生，哇，多好啊！哦，梅花湖蛮推荐的，这个很适合去。 养老行程嘛，不是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游的地方哦。那当天晚上我们入住的一个民宿，我特别想要提哈、哦，因为这个民宿呢让我觉得很满意，很贴心。这个民宿叫做“星宴亲子电梯民宿”哦，这个是他们在官方网页上的名称哦，Facebook 上面的名称。那个星、哦“星”哦是星空的“星”啊，“宴呢”呢是宴会的“宴”啊。 那所谓亲子民宿嘛，所以它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呢，都有它自己的主题哦。譬如说，我们男生就住一间，女生就住一间。那我跟我的男生朋友们住一间，那一间就是有点像是文青房，很有书香气息的一个小房间。那这是所有的。 这个民宿里面所有房间里面我觉得最正常的一个房间了、啊，其他都不正常 <laughs> 哦。所谓的不正常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亲子民宿嘛，所以其他的主题都是非常的卡通化的，有森林系的主题，有香菇的主题，这是什么主题？<laughs> 有爱心的主题哦。那像我们女生朋友她们住的那一间是最大的一间，那是一个游乐设施主题哦，它里面是那种 bunk bed，那中文是什么？就是有两层的床铺，上面还是床铺的那种。 不会讲哦，但是哎，anyway，就是两层啦。它的天花板特别高，然后呢，你要从最上面一层到下面呢，到一第一层呢，它有溜滑梯，你要爬上去呢，它有攀岩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那个什么呢？消防员的那种钢管，你可以在上面跳钢管舞，<laughs> 不是不是，你可以用那个爬上去，也可以滑下来。 然后也有大人们可以坐下来聊天的一个地方，而且很特别的是，所谓的新宴嘛，对不对？后来那个老板娘有来跟我们介绍了，她就把灯关掉之后呢，它上面的天花板呢、啊，全部都是请人去用那种特殊颜料去画的，所以只要这个灯一关掉，它白天有吸吸光的话呢，它就会照射出一个星空的样子哦，是真的蛮有巧思的，是真的蛮用心的一个感觉啦。然后还有你要看真的星空。 也可以，因为它有一半的天花板呢、啊、是可以拉开来的，是透明玻璃，可以让你直接看星空。哇！我就觉得哇，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享受。虽然只待了短短的几个小时，就一个晚上的时间哦。然后呢，我们这个这团里面呢，我们那位很会照相的朋友，他刚好也是做这个防重相关的行业、哦，然后他就有仔细的在看哦这间民宿，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讲，私底下一直跟我们讲说，我跟你们讲，他们用这些建材真的很贵。 从这个瓷砖啊、墙面的这个壁贴啊，这些东西啊，都是高级的。厨房的设施、啊，那种小细节的东西、啊，都是很高级的。其实我根本就是不懂这些东西啊。但是他这么一讲，我觉得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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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ghs> 那老板、老板娘后来我们有跟他们见到面嘛？然后人很年轻，很 nice，感觉就是那种很好欺负的。<laughs> 他们是说的确有遇到过 o K 哦。我是觉得他们会被 o K 吃死哦。你们如果去的话，哎，不要欺负人家。我觉得他们人真的蛮 nice 的。那。 后来那一天，因为除了我们之外，只有另外一组客人，所以老板老板娘就让我们去看、去参观其他的房间，很用心。我只能这样讲，很用心哦。所以我们在宜兰的行程大致上就这样哦，因为宜兰我们就只是有点像是路过，然后短暂的停留一下，去梅花湖啊、罗东夜市啊、罗东运动公园逛一逛这样子哦。接下来的行程呢，呃，剩下来的五天当中呢，我们就去到了花莲，又去到了台东。然后我跟你讲啊、哦，真的是美不胜收啊！ 所以花莲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非常知名的七星潭。那七星潭叫做潭，但其实它是海边呐、啊。那这个海边呢，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哦，是因为它不是沙滩哦。我们一般的沙滩哦，这个海浪卷起来的时候会夹带着很多的沙子嘛，所以这个海浪啊是有一点浑浊的，有点黄色的。但是这个七星潭的海岸呢、啊。 它不是沙子，它是碎石头，所以它的浪卷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清澈，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哦。然后它的海岸的颜色呢是天蓝色的、淡蓝色的，非常的漂亮，有点像调酒的颜色。那在之后几天我们去到台东的多良车站那边的时候，它的海岸颜色也是像这样子，像调酒一样，非常的漂亮，好像可以喝下去一样。 那讲到这个海岸啊，我就想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景点。那我去的地方也不多啦，但这个地方就是关岛。我大学的时候去过关岛一次，我就真的彻底爱上它了哦。然后前几年啊，前两三年呢，我跟关岛观光局有合作，我就去到了关岛，回到了关岛。那里的景色呢，跟我印象中的一模一样，非常的漂亮哦。那它的海岸之所以漂亮，是因为呢。 这个关岛啊，火山爆发之后，它的岩浆那样流下去，流到了海里面，所以它的海岸呢是非常的平缓的，一直到可能入海三四百公尺之后，它还是非常的平缓。所以你发现哦，你走进这个海岸里面，走到两两三百公尺的地方，所言不假哦，你走进去两三百公尺哦，它的海水深度可能还只有到你的腰部或者是胸膛的高度而已，所以是非常非常适合做水上活动的，很安全。 但是，一旦过了那个范围三四百公尺之后，它的海水深度就急剧下降、哦、变得很深很深。也是因为有这种高低差的落差的关系呢，所以它的海水颜色就真的是像调酒的颜色，非常的漂亮。那沿着他们的海湾呢，他们就盖了很多的旅馆嘛。那我住的旅馆呢，那时候就是面向海边，所以每天早上一醒来，打开窗帘就哇哦，你就看到一个调酒颜色的海，然后你就马上。 换了个衣服就冲下去开始玩水上活动，玩一整天，中午吃个饭再下去玩。所以我看到这个七星潭的海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关岛。那我有去过关岛浮潜嘛？我也去过我们的澎湖浮潜哦。不是说要唱衰我们自己了，但是关岛的浮潜哦真的比较漂亮哎、欸，<laughs> 真的真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就是关岛的深潜活动。 非常适合深潜，为什么呢？这个就蛮特别的哦，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日军很多的炸弹炸下来之后呢，在他们的海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很大又深的弹坑。那今年累月之后呢，这个弹坑呢里面的生态文化就变得很丰富，而且很深嘛，所以非常适合做深潜。那我记得这个歌手陈升他拍 MV 的这个 Fish Eye Marine Park 呢。 它就是有一个很深的弹坑哦，我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啦、啊，所以我们在浮潜的时候，就看到旁边有很多人在那边做深潜的活动，背着氧气瓶下去，哦，非常的适合做水上活动。七星潭啊、哦，我觉得我们东海岸比较可惜的是，好像因为它是沿岸的关系，所以比较不适合从事水上活动。相较于像关岛这种整个是沙滩这种，或夏威夷整个是沙滩这种哦，但是以景色来讲的话呢，哦，绝对是有的比的哦，非常漂亮。 那最近，如果你们有在注意新闻事件的话，你们就知道在华莲七星坛发生了这个明星狗总裁被踢死的这个事件哈、哦。呃，就是在当地有一个卖椰子水的老阿贝啦，他养了一只明星狗啊，当地的人都知道这只狗叫做总裁。那好像它是一个混种的比特犬了。那最近就是有游客的狗哦，没有牵着，给它跑来跑去，然后就被这个总裁给咬伤了，结果主人就很不爽。 一气之下就跑去踹这个总裁哦，结果后来就活生生的一直踹，一直踹，一直踹，把他踹到死为止。他听说是连主人来了都还不放过、哦，很凶哦，比比特犬还凶。<laughs> 那当然，后来这个人呢就被肉收啊，然后后来就他真的吃上官司哦，现在好像有刑责哦，所以在网络上就受到很大的舆论踏伐啦。但是呢，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就是说其实这只明星狗总裁呢也常常闹事哦，他常常把人家的狗咬伤。 然后，如果哦，如果它真的是有混到比特犬的这个血统的话，其实这样的狗是必须要戴上口罩的。但看起来没有嘛？那其中有一个网友他剖了，他今年二月去那边玩的时候，他们家的腊肠犬叫 Lucky，就是被总裁给咬到死掉，咬死的哦。所以其实现在就正反面的声音都有嘛。 一个是哎，你都没有关好你的狗，你的狗也没有戴口罩防咬的那种口罩。那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哎，你们游客带狗出来玩也应该要把狗牵好这样子哦。呃，但无论如何啦，我觉得这个踹狗的这个人啊，我觉得可能情绪管理上有一点问题哦。当然，如果是我家的狗哦，我也养过狗啊，我家的狗如果被咬的话，我也会很不爽。老实说了，我可能也会小小失控一下。啊、你敢咬我的狗，我给你踹了就，这样。 但是哦，你要想哦，如果你你踹了就算了，但是你又追着人家跑，然后人家是被狗绳给系着，根本跑也跑不掉，然后你把它活生生踹到死哦，我觉得这个情绪管理可能就有一点问题哦。当然，我不了解详情细节是怎么样哦，但是哇哦，真的，你要把一只狗踹到死，这个、真的是可能需要蛮大的怒气哦。Anyways 呢，总之呃，这个新闻事件呢就不再评论了哈、哦。 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也没有那么清楚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状况哦。那在花莲的那天晚上，当然我们就一定要去到远近驰名的东大门夜市啊。这个一般人听到东大门夜市哦，东大门这三个字就会以为是这个韩国的首尔东大门同爹 n 呢，哈 <laughs> 不是，我们花莲也有一个东大门夜市，好吗？好，我们就去到了东大门夜市哦。那我一去，因为我朋友有去过。 所以他就狂推荐，一定要去吃这个烤玉米，还有这个烤肉。那这个烤玉米、烤肉呢，就是在他们这个夜市进去的啊，就是第第一个、第二个摊贩了这样子哦。那这个烤玉米呢，厉害了。我讲的厉害呢是人潮很厉害哦。我们是蛮幸运的，蛮早到的哦。但听说呢，也不用听说了。后来我们要走之前，我们就看到大排长龙之外呢，你点了这个玉米之后，他就现烤给你吃嘛。 你大概需要点完之后去绕夜市一圈回来，你才拿得到你的玉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哦。烤肉也是哦，我们排队排了很久之外呢，等烤肉也等了很久，我们根本就是跑去吃了一整圈回来之后才拿到我们的烤肉。那老实说，拿到烤肉的时候已经吃饱了，所以吃不出个什么味道啊。老实说，因为已经吃饱的关系啊、哦。 烤玉米的话呢，我我我不必须要讲的是，我不是一个老饕，我不是一个饕客，我不大懂得品尝美食哦，我这个味蕾哦、啊、可能有问题哦、啊，所以我是吃不出 a 它的美味之所在了哦。那我的朋友他有吃过，他是有跟我说，他觉得这一次烤的，我们就就就我们去的那一次，他烤的感觉没有他之前吃的那么好吃啊，所以可能那一天或许我们吃到的刚好就是烤的没有那么美味的吗？I don't know。 Anyways 呢，这家烤玉米呢，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知名哦。如果要点的话呢，建议你们一进去就点，绕一圈回来之后拿玉米。<laughs> 那当然，我们在那边吃了很多东西啊，什么法式棺材板啦、啊、地瓜球、臭豆腐啊、柠檬爱玉饮料啊，阿里不打的哦，听着听着流了口水哦、啊。啊、呃，不过那天晚上呢，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发生了一起阿飞老师事件。 哦，什么是阿飞老师事件呢？其实我已经有拍成一部 YouTube 影片了，所以如果你有在发了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也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待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们经过那个原住民一街的时候啊，总是会有一个街头艺人的声音啊，特别特别吸引人。 那我的朋友呢？他就哇，每一次经过那边呢，就一定要称赞一下哦，这个人很会唱歌哦，这个人声音很好听哦，这个人怎么样？我也觉得，诶，你很烦，你不会过去跟他 say 个 hello，跟他赞美一下吗？哦，一直在那边念念念念念，<laughs> 然后呢，我们就吃完一整圈之后，包含我们的烤玉米、烤肉全部都吃完之后，正要走了，我们最后又再次经过那一条街的时候，又碰到了这位街头艺人，他在那边唱歌哦，原住民很会唱，很会唱，很会唱。 然后我的朋友又开始念了，哇、哦，他实在是好会唱哦，他歌声真的是有实力，实力派。然后我就忍不住，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真的这么欣赏他的话，你你就过去投个硬币给他，然后当着他的面赞美他，他会很开心的。我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在国外长大，然后从小在国外长大，跟亚洲人比较不一样的是，亚洲人比较内敛哦。我觉得那外国人就是，哎，你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去跟他讲嘛。 在外国，他们常常就会哦，你觉得谁长得很漂亮啊，就会直接讲说哦，I think you look beautiful tonight，就是很外显的。<laughs> 所以我就一直叫我朋友，你就去嘛，你就去嘛。然后他老婆也在旁边开始催他，然后他就开始掏掏掏钱包啊，所以他就拿了几个硬币啊，就过去投了进去啊。投进去之后，哎，这位街头艺人啊，很开心啊，他就开始跟他聊一聊了一下，聊了起来，然后我们就开始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laughs> 然后我们就正准备要走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街头艺人说：“啊，我的朋友啊，为了看你的表演啊，今天真的是每走过你的摊位一遍、啊、他都要赞美一遍啊，根本就是东大门夜市走九遍啊。”然后这位街头艺人他就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唱忠孝东路走九遍。”哇，这个气氛就嗨了哦！啊，人家要唱歌给我们听嘛，怎么好意思走了呢？当然就留下来了。啊，我跟你讲，那时候那个状况是就，就就我们五个人。 然后旁边都是路人而已，他们都是路过而已，没有人停下来真的认真在听他唱歌的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哦。那我们五个人就是因为他唱给我们听嘛，我们就留下来，然后我们就很嗨，我们就开始叫啊，挥手啊，我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啊，把那个手电筒的灯都打开了、啊，拿在那边挥啊、哦，我们就蛮好笑的哦。放放个音档给你们听一下好了。<music> 哈哈哈哈！有没有很疯狂哦 <laughs>？就是一堆疯子。那我们听了一首、两首、三首，哎，慢慢的我们发现，可能是受到我们的感召吧。越来越多人哦，特别是从那些年轻人开始，他们就开始凑了过来，然后就一票年轻人就坐到他前面。 然后就开始，他就越唱越有劲嘛，因为开始有观众了，然后就唱什么萧敬腾的歌啦，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啦，然后就整个嗨了。然后大概过了五六首歌之后呢，那个现场我跟你讲，大概就是三十到五十人一个小型迷你演唱会哦，真的所言不假。其实我们当下我们觉得哇，蛮感动的，我们做了一件算蛮不错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就。 趁着那个很热闹的场子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默默的离开，我们就默默的走了。但是我们在走回这个民宿的路上呢，我们就开始一路上都在聊这件事情啊，然后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很多 inspirations。然后回到了民宿之后，我们就把剩下来的东西哦，那边吃一吃哦，臭豆腐啊。<laughs> 然后我朋友的老婆她就开始讲啊，其实她很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啊，她觉得说哦，这个人呢、啊，可能是。 一整晚呢、啊，都很努力的在演唱着，可能是花了数年的时间啊，来预备这样自己的实力啊。但是在那个当下呢，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契机点呢、啊，就引爆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让他得到了他应该要得到的关注和掌声。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件让我们自己很开心的事情哦。 对他来说呢，一个具备实力的人呢，等待的就是这么一个契机。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呃，这是我朋友的话，他是说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就是在等待这么一个契机哦。但重点是我们要先具备好，我们要先准备好。 哦，我听了他这么讲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哎，我这个直接把你录下来这个画面当做我的影片来放好了，<laughs> 不用写剧本哦。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的 YouTube 上面看哦。那我的 YouTube 影片上去之后呢，才有人在下面留言说：“啊，这个人是阿飞老师，他以前出过唱片，而且他还演过《赛德克·巴莱》。”我才知道哦，我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哦，阿飞老师，失敬失敬。那后来我们在网络上有相认一下。 有机会再去花莲的话呢，一定去找阿飞老师哦，说不定找他来做个 podcast 好不好？下次去花莲找你哦，讲好喽，打勾勾。<laughs> 好，所以那天晚上呢，在东大门夜市，反而让我们最有记忆一点的不是食物，而是这么一个事情啊、哦，这么一个事件。如果有经过花莲，有去到东大门夜市的话，记得代替我们去跟阿飞老师挥个手，打声招呼，跟老师说一声：哎，我们是看到 J r 的影片过来的哦，帮我 Say 一声嗨。」 OK，好了，那我们住的地方呢？其实东大门夜市呢就离这个海岸边不远，所以我们第二天呢、就是去看日出。那、哦、我们很幸运的在这个海岸线上呢就看到了这个蛋黄冉冉升起，很漂亮。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游客也跟着我们一起去看哦。那后来当地的人才跟我们说，其实你要看到这个蛋黄升起的这个日出模样啊、哦，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非常吃天气这个因素，只要天空有云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看不到蛋黄哦，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要看到这个日出这么难呢、啊。然后果不其然呢，我们之后的几天行程当中呢，后来都没有再看到，就那一天了，在花莲啊、哦。所以要看日出之前呢，记得要多多的祈祷祷告。Oh God, please let me see sunrise <laughs>。哦，所以在花莲的行程呢，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哦，七星潭啊，东大门夜市，海边去看海看日出，然后我们就一路驱车又来到了台东。 那去台东的话呢，一定要去哪里呢？台东的波浪大道。那很不好意思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哦，一开始哦，我还以为这波浪大道是在花莲，结果我拍了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纠正我说，JR 不是在花莲，是在台东，在台东。就哦，抱歉抱歉。所以我们大老远来到了波浪大道呢，当然一定要去看金城武术哦。 那金城武术怎么认呢？其实有一个很好认的方式，就是在金城武术的下面呢，他们放了一个茶壶，那一颗就是金城武术。当然，还有一个更好认的方式，就是游客最多的地方就是金城武术哦，那边很多树了哈，不要认错。那金城武术呢？有人说哦，这个金城武术已经死掉了、哦。那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其实金城武术的确他在二零一四年哦，这边还写得很清楚，七月二十三号，他在当时的麦德姆，我都没有印象了，麦德姆台风。 哦，袭击中呢，他就倒下了哈、哦。那后来有经过日本和台湾的这个树医师们的治疗之后，哦，这棵树后来是原地种回的，然后后来就逐渐复原了哦。所以看来应该不是死掉了哈、哦。后来就是有死而复生了。我有朋友就是读这个的哦，在中心大学读树啊，他我们都叫他树博士哦，哎、很厉害很厉害。那我呢，当然了，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到京城武术下面拍照，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是远远的站着拍。 然后我们就后来想说啊，既然来了都来了，每一棵树都给它拍一下好了。每一棵树其实都还蛮漂亮的哦。那波浪大道呢，随着你去的季节不同它的景色景观都不一样哦。有时候是整个绿油油的，有时候是整片的黄色花海。那那边呢，一样非常建议一定要骑单车，在现场都可以租，一样就像这个梅花湖一样。 你要骑自行车的，或者是斜立车的，两人斜立车、四人斜立车的，它还有很多电动的都可以哦。那老板们通常都会蛮推荐要骑电动的啦，因为其实骑久了会累哦。那个地方要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啊、哦。那它即便是四人座、五人座的这种脚踏车，还也有电动的。所以安娜当天晚上呢，我们去住了一个地方，叫做吉卢夫感一文民宿。那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还蛮在当地还蛮有知名度的哦。 然后我在那边有我的粉丝，他在我的脸书上面看到我去的消息之后，他就说：哇，想不到杰尔来,来到我们的部落啦！他的部落叫什么呢？诶，我来看一下、哦，来看一下我的 Facebook 哦，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一张这个民宿的正面照片，非常的缤纷哦。这个这个景点其实蛮适合王美去拍照打卡的，因为它的颜色很缤纷。然后民宿的内装呢，民宿本身没有很大哦，房间也是呃，不能说一般般，有它的特色。 但是它的内装哦，它的大厅内装哦，就是非常具有这个原住民色彩哦，非常有那样的人文气息啊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落叫什么呢？嘿，找不到，难不成是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哦，找到了，找到了，Grace，Grace 哈哈 Grace, 许还是徐哦，Grace，他说这就是我的部落，他的部落叫做萨布优哦，就在泰马里哦，萨布优部落哦。 所以我们当天就造访了萨布尤，萨布尤，怎么不知道怎么发音哈、哦？很漂亮啊、哦，这个民宿哦。那里面呃，就像我刚刚讲的，里面的内装呢，全部都是很有文化色彩在里面。那当天的老板就有跟我们介绍、哦，那老板呢，其实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台语哦，攻打一教练邓哎，比我还要轮转。后来我们才知道，呃，老板本身是好像是那，我、哦、忘，真的忘记了，是台湾族还是卑南族啊、哦？对不起哦。 但老板呢？这个五官非常深邃，一看就知道是应该是有原住民血统哦。但是操着一口流利的台语，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了啊！原来这个老板呢，过去二三十年来，他是在桃园的这个邮政单位，我们的邮局上班哦。 那后来呢？想说退休之后来来接主产，然后干脆把它改装成一个民宿哦。所以所以里面的很多装潢的元素哦，都是他妈妈那个时期呃的画作或者写的东西。那上面你甚至可以看到日文哦，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治时期嘛，就是有接受日文的教育哦，所以他妈妈的画作里面呢，有些是用日文在旁边注明的。那还有一些小装饰品是这个邮局的公仔，呵呵蛮有这个 feel 的哦。 那老板之外呢，好像还有就是媳妇啊，跟侄子也一起来经营哦。那他们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客，非常的客气哦。晚上跟我们聊了很久之外呢，我们第二天要要出门的时候，行李都帮我们搬出去。我们只是放在大厅一下，要去拿其他东西的时候，诶一出来怎么行李都不见了？他们就很自动的帮我们全部提到这个车子旁边了啊，真的是很 nice 哦。 我觉得东部啊，这个民俗风情哦，这还真的是跟城市人真的不一样哦。我不是要做比较的意思哦，特质真的不一样，很热情，很好客，非常的单纯，那相处起来啊，非常非常的舒服哦。哦，所以这个吉卢夫感一文民宿，如果有经过泰马里的话哦，这边蛮推荐的。来到萨布优的话，记得可以来这边拍照打卡一下。 我们当天去的时候是民宿客满的哦，所以如果要去的话，呃、提前提前这个预约一下哈、哦。那我们离开了民宿之后，附近就是泰马里非常有名的樱木花道平交道。那这个樱木花道平交道之所以叫做樱木花道平交道呢，它就是很像那个呃，灌篮高手，呵呵瞬间忘记灌篮高手它的片头曲。o、okay, k 我不会唱日文，我、哦、小时候都很喜欢一直唱这个歌，但都不知道在唱什么。 那他片头曲有一个片段，就是樱木花道，他拎着背包，然后突然有火车驶过，背景是海，然后火车经过之后呢，就看到那个晴子啊跟他打招呼，哦，纯纯的爱慕感，就是那个画面很像是太麻里这个平交道这个地方哦，他们就叫做樱木花道平交道，所以当然很多人在那边拍照。那蛮幸运的是、哦，我们是吃完早餐了、哦，那六点多我们就在那边拍照，所以那时候只有除了我们之外，只有另外一组的游客。 但是哦，后来我们九点在经过那里的时候呢，已经满满的是人，你根本拍不到干净的画面。所以要拍照的话呢，记得早一点去拍。但是早一点去拍呢，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吼、哦，因为整个太阳还没有很升起来，所以那个光线哦，不是那么的佳，没有到最佳状态。而且如果是稍微有云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讲，只要稍微有云的话呢，它那个海的颜色就不会那么的蓝，比较不容易哦，有那种很跳的感觉。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用 iPhone 十二 <laughs>。好，所以这是樱木花道平交道、哦，距离这边不远之处呢，大家在开车可能二三十分钟哦，你就会行经多良车站。那这个地方呢，非常建议可以下来看一下哦。多良车站呢，基本上已经没有在在运作了哦，已经没有车会经过这里，也不会有车在这边停下来，好不好？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景点了。 那多良车站距离这个公路，哦，它的有一个海拔高度二十公尺嘛，三十公尺，我不知道抓个大概，所以你大概要爬一段路才爬得上去。那后这一段路呢，他们叫做好像耶稣受难路，好像很多的这个天主教的宗教庆典，为了纪念这个耶稣受难的这这条道路呢。 他们好像每年某个时节就会经过这里哦，因为很多的原住民部落都是天主教徒啊，或者是这个基督教徒哦。那沿路上呢，还没有走到多良车站，沿路上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壁画哦，可能是他们当地的学生做的壁画，那很多都是有这个基督教宗教色彩的哦。那走上去之后呢，多良车站就是一个小小的景点啦。啊、哦，第一个你进去要买票哦。 进去之后呢，你们先看到满满的都是摊贩，蛮推荐可以去吃那个冰淇淋的鲜奶冰淇淋哦，蛮蛮好吃的。香肠也可以，山猪肉香肠很可以。我的朋友这一趟旅程就一直笑我，走到哪里呢？我一定要吃两样东西，一个叫做卤肉饭，一个叫做香肠。呵呵好，所以我就拿着我的香肠啊，就开始逛啊，然后然后呢，这个都良之站其实很小，它美就美在它往外眺望的那个海。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海啊，我觉得如果要在台湾找一块最像关岛那种哦调酒颜色的海，就是多辆车站这个地方了。所以只要天气好的话，我们那天是天气非常好，非常热哦，有点太热超热的。但是那个整个海岸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太阳太大呢，另一个问题就是照片就照不太出来，会有点过曝哦，要去调整一下它的那个参数才可以哦。但是在那个地方呢，哦，蛮值得停留的。 虽然地方很小，但就是那个海岸那一张照片呢，哎，就值得哈。这个台东这个行程啊，值得值得哦。那不过也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关岛的海岸是比较多是沿啊，不是沿岸沙滩，然后加上还很平缓的关系，很适合做水上运动哦。那多良这边呢、哦，我这我在东海岸这边的海岸看到了，比较多是沿岸，然后海浪特大。 听我的朋友说，几年前呢、哦，这个海浪大道、哦、有时候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公路啊、哦、是会被淹没的、哦、被海浪打上去之后看不到路面的哦，所以后来好像有拓宽，有在修整的的的样子哦，哦，所以这个地方呢美不胜收，但是也极其危险。<laughs> 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了哦，但可能就不适合做水上运动了。所以多辆车站大概也就是我们整趟旅程呢，几乎是一个最尾端了哦。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就走了南回公路，等于是绕绕经什么呢？啊，对不起，如果讲错的话哦，实在是因为我地理观念不好。反正我们就从东岸呢绕南回哦，行经屏东，然后回到高雄这边来哈、哦。这段短短的大概三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车程哦，我感触特别特别特别深哦。第一个感触是呢，天空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只不过是翻过了一个山头哦，经过了一个南回哦，从东岸回到西岸哦。 几十公里的车程哦，从湛蓝的蓝天变成了雾蒙蒙的灰色，真的有一点点冲击耶。然后我的朋友他是高雄人嘛，他就跟我说啊，这个就是我从小到大长大的颜色。<laughs> 他说、啊，直到他后来去外地求学，他才知道什么叫做蓝天呐、啊。我那时候听他这样讲，我我真的很惊讶哦，非常的震撼哦。那第二个是呢。 从南回绕到西岸之后呢，哎，整个人情风俗文化，哎，也完全截然不同哦。那就像我刚刚讲，我没有要比较的意思，但是就是特质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光是进到屏东哦，感觉就有不一样的 feel 了哦。所以如果真的现在疫情期间嘛，我们没有办法出国啊，所以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出国的氛围的话，第一个澎湖很推荐，<laughs> 第二个呢，东海岸，台湾的东海岸真的漂亮，你会感觉到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棒，好、哦，所以后来呢，我们最后的行程呢，就是啊、呃，这个旅程呢，就是我们在高雄呢，好像是叫做东港渔港，是不是？我们在那边好好吃了一顿，然后跟另外几个朋友会合之后，吃了顿饭，say goodbye，然后我们剩余的人呢，啊，我的朋友在叫他是高雄人嘛，他就回高雄过年去了，所以我们剩余的人呢，就坐高铁啊，就回到北部去了，哈、哦，所以大致上一个整个东海岸的旅行啊。 差不多是这样子哦。如果你有，我们是时间蛮充裕的啦。我觉得、哦、如果你有这个三四天、五六天的时间呢，蛮推荐的，蛮推荐的。啊，我要讲到这边，突然想到有一个景点，我忘掉花莲呢、啊，应该是在花莲呢、啊，有一个地方叫做野猴子探险森林哦。如果你没有做过这种森林滑轨的话呢，蛮推荐去的。但因为有时候我玩的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不够刺激。 蛮好玩的，但感觉有一点短，蛮可惜哦。但如果你没有尝试过这种森林滑轨，它就是什么呢？在森林里面呢，树和树之间呢，放了很多这个钢索滑轨，然后你就是把你的安全扣环扣上去之后呢，整个人从树和树之间这样荡过去、滑过去，哎，很好玩，很刺激哦。那后来我们也有跟那边的老板、老板娘稍微聊了一下，他们就说啊，以前他们的确是做刺激的，他们以前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是做很刺激的。 很高的，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呢，其实做这种高度没有那么高、距离没有那么长的，比较适合亲子活动的，呃，游客比较多啊。我想也是啊，哦，我想也是哦，太刺激了，可能生意可能不会那么好，只能赚我这种人的钱哦。哦，不过最近也越来越怕死了，说实在哦，年纪大了。<laughs> 好，所以野猴子探险森林呢，如果去花莲玩的话，也蛮推荐的。OK，还有台东的台东，我们也有去这个部落的原住民文化体验，这也蛮适合的。OK，那这就是我们大致上的一个东海岸旅程了哈，然后非常非常推荐大家。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旅游口袋名单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OK，那我们这期 Podcast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 记得要常常的拥抱新的事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你因着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去做了一件新鲜的事，会为你开启不同的人生道路，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启了不同的门窗啊、哦！真的有这种感觉哦。OK，我们下一次 Podcast 再见，拜拜。